就对中文非常感兴趣。我通过在线学习中文4年了，我还参加过2届全球绕口令大赛，并获得了冠军的好成绩。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段绕口令，您听好哦。八了百了标了冰了笨了北了坡，炮了冰了冰了排了北了边了跑，炮了冰了怕了把了标了冰了碰标了冰了怕了碰了炮了冰了炮。不仅仅是绕口令，我还非常喜欢中国的古诗词，比如林暗草惊风，将军夜引弓，平明寻白羽，没在诗韵中。中国5000年的历史有许多有趣的传统故事，我非常喜欢中文和中华文化，希望您也能跟我一样喜欢中文，一起传播中华文化。